小丽，这你会拼吗？哎，那等一下，我们这是送菜哥的，不是你的嘞。丢回去。好，我等一下把它拼起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上去玩喽，好不好？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。他问你什么？我说你跟台在台湾，你跟谁最好？跟妈咪。还有嘞？还有谁？我是谁？你跟干妈好吗？还有紫薇。哦。那今天蔡哥有准备一个礼物要给你，你有看过史努比吗？没有看过，但是，哦 ，OK。来，我不想看，不要看，没看。我们看这边啊。我们只要看这边就好，我们都是看。没有啊，你看这边没有东西，我没有骗你啊。没有东西，你看，那个曲摸走了。你看这边，我不会骗你啊。We don't have curly hair。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是 Snoopy 哦，这是 Snoopy 哦，这是 Snoopy 吧，还是 Snoopy？ 是 Snoopy 还是？哦，不是 Snoopy 啊。You are good at English。我还以为这个是 Snoopy， 那这个给你。谢谢蔡哥。你要看着他。你好，你好，可爱可爱。我们要准备进去了。先用一个玩具先收服他的心。收服，对，安抚应该是安抚，因为他现在面对那个阿凡的阴影蛮重的。对，他跟台湾的小孩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他很大方，很成熟，而且他的很正，很正是不是？对，很正是不是？蛮漂亮的，哎呦，很可爱。他说你很漂亮，很可爱，等不及了吧？哦，谢谢。我们第二个任务是绑头发哦，那我们要准备来进去喽。好 ，OK，Let's go go， 走吧 ，Let's go go。你要放几号？这是几号？你牵着。你等一下进去要先玩什么？先玩雪，对不对？那个雪，那个先吃一口。先吃一口。啊，不是，不是。很饿啊，中餐还没吃啊，先吃雪啊。我们哎，我们不赶快吃，旁边人会先吃完。那个雪不能吃。哦。哎，我们要戴手圈呢，你不用戴手圈不能进去，我们请姐姐戴手圈。好。你要手要伸出来。好。那我们要准备进去哦。妈咪呢？我们是不是要跟妈咪说拜拜一下？因为妈咪要去咪探，也要让妈咪跟你讲。好，你等一下。咪探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的意思。他有时候需要自己一个人，啊、就是静一静。对对，所以他会跟他说咪探，哎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哎，在哪里啊？他妈妈不要。不在乎。没有，妈妈在这边嘛、啊。妈咪在哪啦？哎。阿爸不见，阿爸，我抱你，我抱你，他哭了，等下我抱你，我抱你，好好好，我抱你，我抱你，我抱你。我想要去那边呢。他想看那个 panda 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要在这边坐着吗？嗯，熊猫。是熊猫、哦，我还以为是狗。好，很想玩游戏。想玩游戏的小朋友帮我站起来，我们等一下玩完游戏，每个有参与的小朋友都可以有小礼物哦。有小礼物。我想要玩的是伦敦铁桥垮下来，有小朋友有玩过吗？伦敦铁桥垮下来有没有玩过？好，走走走，我们玩过。可以，那大家先帮我排排队吧。等一下，你有听清楚规则吗？有。然后好，我们等一下排队。小朋友排一直线的，排排队哦，排排队哦。好，那你排在这个这边。在那边。那爸爸妈妈可能要先帮我往旁边一 点。好，那我去旁边哦。需要的场地吗？我在这边等。好了吗？等你好吗？可以了 ，OK 吗？帮我站在这里。可以。可以，好。嗯。爸爸，你可以帮我当我们的铁桥吗？好。就是帮我跟乐乐当一个节目。好。铁桥就帮我爬下来啊！好，等下就帮我绕圈圈，那我明天要准备开始了。小心了啊，各位！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快点绕，快点绕！好，走喽！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！这里，这里！快点，快点，雷拉，快点！没有抓到了。
边走。不想玩了，不想玩了。你为什么不想玩了？不是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好不好？好。怎么了？你跟阿彪说什么了？我要走了，我想走了。OK， 我们出来这边。OK， 你是看到什么不好玩？我觉得那个不好玩。你觉得那个不好玩呢、哦？去玩，我们菜哥跟菜哥去玩别的吧。我们去吃那个雪，好吧？去吃雪啊！好，不能吃雪。刚刚说会吃雪。我们我们去摸一下雪，摸摸看要不要。我们去另外一边。这不是雪吧？哇！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玩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的头发现在很乱，上电视不好。上电视不好，哥哥帮你绑一下头发，要不要？你喜欢绑哪一种类型的？可以绑头发吗？不行，不行。哦，不行，不行。因为你觉得你这样还算漂亮，对不对？现在很乱呢。我想要干妈帮我绑哎。我想要干妈绑，是不是？那我绑好不好？好，那干妈绑。干妈女生比较懂。哇，我们这个绑头发小失败，小失败。不过没关系，等一下再绑回一层。你想上电视对不对？你想拍什么？拍广告啊？广告？你有拍过广告吗？他想拍广告。你有没有拍过广告？没，没有，没有。蔡哥有拍过很多支哦，蔡哥拍过很多广告呢。我可以分享我的 experience 给你哦。好哇。那现在你要跟蔡哥玩什么？玩这个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怎么玩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用给你看，你按这里。好。这个是真的雪吗？不是，那根本不是雪。啊，这不是雪，就是。我们来比赛，看谁先把这个装满，要不要？不用比赛啦。不用比赛啦，不用啊。那我们一起把这个装满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跟蔡哥一起啊。那我要先把它倒掉，等一下。好。我要先倒掉才行。好。要公平，对不对 ？Go！ 哦，你要快点啊，妹，两只手，两只手。我没有要比赛啦。啊，没有要比赛啦。好玩就好了啦。哎嘞嘞。是吗？这边还有很多地方玩呢。你要在这边玩，还是要去看别的地方？看别的地方。那可是干妈想，我想要去厕所。你跟蔡哥在这边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再带你去别的地方。我先去厕所。好。我等一下才会回来哦。好。你要听蔡哥的话，对吧？嗯。好。是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吗？可以啊。那哥，我先去厕所哦。那你要跟我拜拜。拜拜。抱一下。OK。OK。我去厕所。好。你觉得这个可以装多满？装盒满会不会？会不会爆出来？可以把所有的沙都装到这里面吗？那你觉得有可能帮我的脚埋起来？试试看哦。摸到一个你的手也不见了。没有。我脚动不了了。不可能那么黏吧？我不可能这么黏。哇，这个你们家有吗？没有啊。欸，也不是。你看我的，你看我的。好哇，哈哈，好厉害哦。厉害吧，哇。阿祖。都完蛋了。干嘛呢？在上厕所。哦，对对对对。你要不要用用看？哎，我上完厕所了。嗨，嗨，啊，你还好吗？我在这里坐坐。你喜欢跟蔡哥玩吗？喜欢啊。真的假的？你是真的喜欢对吗？对啊。对啊。感谢你。你没有要玩了？我要去别的地方玩。好好，那我们再去。那你要牵着蔡哥。走走走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很可惜，我有一种感伤的感觉，我觉得我可以跟他相处一个礼拜。